好，没错，今天中信兄弟啦啦队新增的两名外援，也就是边和绿和李丹飞，是抵达了台湾桃园机场。那可以看到呢，今天下午机场是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球迷，甚至有球迷是今天凌晨3点多就来这边要等着接机。那除了球迷之外呢，也有中信兄弟啦啦队也派出了4名的学姐一起来桃园机场这边来接两位女孩哦。那两位女孩其实一进到入境大厅的时候，看到这么多球迷是有一点点吓到，不过呢他们也非常可爱，就是表示说他们很喜欢台湾。一起来听稍早访问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Fashion Sisters， 我是李丹飞，我是边和绿。哥布尼亚市长，他想要去还没有去过的夜市。那有特别想吃什么吗？우육면이랑대만의위끝을다먹어보고싶어요。他还想吃牛肉面，然后还有他还没有喝过的奶茶也想多喝一下。好，除了呢说他们想要来台湾来逛夜市吃美食之外，其实他们在桃园机场刚刚呢也是直接跳了炸裂这个应援曲哦。那一起和学姐们一起来跳，也希望呢在这个之后的球季都可以在球场上看到球迷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